这是李刊的处女秀，她看起来呢有一点害羞，那她有一点遗传了她妈妈的忠贞保守，就是没有李敖呢那么外向，但是她的文笔极好。在台湾呢，她读了高中三年，她觉得这个教科是胡说八道，非常愤怒。可是有什么方法表达她的愤怒呢？她不是在家里捶墙乱骂，她还是考上了台大，她甚至已经考上了北大。她的方法是不断地出入台湾的国立编译馆，然后比对各种教科书里头扭曲的事实。最后，这是李氏的家传独门功夫，出了这本书《李刊刊乱集》。那我问起李刊，他现在17岁，17岁的孩子有的时候说起话来，至少在公开场合，私下很敢乱讲，网友上乱讲。可是呢，你真的问起他说哪些人可不可恶，在电视上敢不敢直接讲呢？来看一下李刊毫不犹豫一秒钟说可恶。书啊，一定会有很多学生通通都去买，而且学生的家长更应该去买，然后那些编书的人也应该通通去买，尤其杜正胜一定要买。我会认购一本书，我会认购很多本了，其中有一本书我会帮你寄给杜正胜，这样你觉得对不对？对。你觉得他很可恶吗？他可恶。对。所以我们可怜的学生，就在从蒋介石执政、蒋经国执政、国民党李登辉执政，到民进党执政，到杜正胜当教育部长，他所念的中国史，他所念的台湾史，每两年、每三年不断的改变，然后变来变去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历史。而且我曾经告诉别人，这里头可能所有的从头到尾每一个都是假的，你同意吗？是，他蒋介石他们那时候写的历史，他至少还是那个多半是保留很完整的中国史，他们只有涉及那个近代部分，那个口气比较激动一点。可是他们那时候呢，是教出来一批那个有点头脑不清的中国人，那现在民进党是要教出一批仇视中国的外国人，这是最大的，这是我认为最大的差异。